这宋明磊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居然把自己亲姑姑给杀了！这一切上一切都解脱了。不过明凤清对他下了追杀令，他会去哪儿呢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啊？难道你跟他有什么勾结吗？切！哎，我感觉这个明凤清肯定不会那么轻易的死在他的剑下，我感觉里面肯定是有什么古怪。 醒了，想想办法，我们怎么可以逃出去？你先带着木槿过来，我掩护你们，快！站住！站住！ 往这边走，这后面肯定能出去，我们赶快想办法打开它。 这个开关一定要固定住才有用。快，他们在那边！照顾好他。飞白。上。木槿，我去按住开关，你先离开这里。 你死都要跟他死在一起吗？你这个笨女人！好，我就成全你们，肯定还有办法的。 你的痛苦都是他和袁家带来的，可为什么你竟愿为他而死？
别动！不行！老子黄德芳作威作福，伏龙行山五年，如今败在只率区区100兵士的女子手下，老子输得心服口服。在这乱世，谁活得都不容易。你们身为男儿，竟然敢打家劫舍的勾当，我们这不也是活不下去了吗？既然一身本领，何不加入我奉德军麾下，为袁家、为西庭效力？我每月给你们2两银子月俸，若有军功，再赏。黄德芳，愿率众手下归顺奉德军。归顺奉德军。看到你笑，就知道有好事。启禀王爷，锦绣的奉德军真的已将龙行山的地头蛇黄德芳与其率领的500流寇军全部招安。黄德芳的流寇军甚是骁勇，官府多次派兵围剿，都铩羽而归。锦绣真是大将之才呀。昨天又梦见你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一下，该去上朝了。小皇子，来。不语不言，梦生梦魇。辗转更深未成眠，相守相依，似痴似怨，隔岁堂前人不见。我们初见，这个国家，这里的一切，都是我此生李英，我会传承你对这片土地的爱，好好的守护这里。姑姑，你们这也算母女团聚了吧？如果不是姑姑，养儿十岁那年，或许早已死在明家堡里，又或许现在活在世上的某个角落，或平凡，或富贵的活着。
世上哪有那么多如果，我多想如姑姑所说那般，放下所有的负担，自在地活着。可如今，所有的仇恨都背负在杨儿一人身上，杨儿不能后退，也不允许后退。若有来世，记得做一对平凡的母女，望族名利天下有什么好争的？争到最后还不是化作这漫漫黄沙。可是，我真的想为自己活一次。